拜拜，我们现在要烧东西了，里面是这个，要烧纸，烧纸，烧纸。要自立呀、啊。烧纸。啊，有火焰，快看呐、啊！快看，他们开始变了，怎么了？我请看，先看别人了，你别人的火更大哦。你看别人的比我们火盛大，因为他们比较早用。快走开！看呀，都变黑了。看吧，这可是真正糟，恐怖！灰，那我们先看看别人吧。你看人家都在刷碗，他们也准备了丰盛菜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祭拜神的东西有什么吧。大吉大利的猪猪，好运旺旺来的两颗凤梨，可以啊，变大火啦！大火，大火，大火！爸爸，有这么的高？你快点来看上面吧！咦，好恐怖！来看上面吧！你看，阿波正在努力的用力。那个一根棍子在放，啊，好大的火啊，好热，热，我们去别的地方吧。还没介绍完呢，这里还有平平安安的苹果。快看呀，菜也好丰盛啊，这些东西。我们去摘。这里是丰盛的火呢。哦、丰盛丰盛。这八丰盛，那就下个地方看看别人怎么看呀、啊？别人家火就变小了，嗯，真的变小了，不像我们家火这样这么的大。来看看，好恐怖哦！哎呀，哎呀，很大的火吧？还好现在没有很大，也很大啦。哇，咦，变小了，旺啊！烧纸旺旺旺！你看呀、啊，灰飞烟灭，漂亮的星空。哎呀，真是！这个。给神明的拜拜物品，你看，我们已经拜拜完了，火也烧了，火很大呀！哎呦，怎么了？不要砸我！爷，这个人很勤打。咦，就是好运旺旺来的凤梨。那还有什么呢？平平安安的苹果，还有这个，哎，你看来也要蹦的大点了，好恐怖啊！你想不想看我的奇迹的一刻呢？妈呀！干嘛？叫我干嘛？哇，烧纸！哇，怎么那么恐怖？哇哦！哇，好大的火呀！继续啊！你好大的火啊！不想他们靠近吧，万一烧了整个房子。有的火变小了。
表吗？好像有点晚了。你看别人家的都已经烧完了。哎呦呀，可惜接上一步他们烧完的火。快看火都变小了，变小了。咦，好小的火。都可以烧，现在都灰飞烟灭。你这个轻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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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到一问完之后，都很长。不，很恐怖。好，这些东西都可以拿喽。别这么拉喽，我一些东西找出来，那我们就要把这些都拿进去里面喽。你看，下一步，拜拜。